OK OK， 我们要来到哇小琉球的著名景点花瓶岩，哇超多人的啦，超多人的啦，哎呀，看一下有没有海龟，海龟，哇，好漂亮。然后这边对岸就是台湾的，哦，这是台湾的，哇，人好多，拜拜。做让我不讨喜的事情，可是我每次望向你眼睛，深藏的温柔总晕开在我心底，仿佛你陪我一路走来，带着使命，走软的地方全被你占据。我亲爱的，谢谢你。我深爱着的你，在我的脑海里已经被刻上专属印记。哦，亲爱的，谢谢你。